好，现在全世界呢都被通膨给困扰，尤其呢近期英国的通膨率急速的上升，而面对生活开销加剧，当地更是让食物银行负担相当的沉重。而为此呢，国际服装会的伦敦协会第二分会组织了一个物资捐赠活动，装满着5车食物封箱送到了当地的社区食物银行，一起呢要为需要的居民提供援助。一箱一箱满满食品物资，国际服装会伦敦协会成员集体创作，带着满满爱心来到当地食物银行。满满5车来自佛光人募集成果，伦敦协会第二分会发起食物银行捐赠，成员们来到当地社区尤斯顿食物银行。日前单位搬新家，现在有了更大空间摆放捐赠品。佛光山欧洲副总住持妙多法师。以及伦敦佛光山监寺如海法师亲自到场见证物资清点。近期英国通膨严重，加上能源价格暴涨，加速民众仰赖食物银行。佛光人走入社会，伸出援手，盼更多需要的人能够受惠，一起度过艰难时刻。人间卫视英国伦敦综合报道。